我从一开始跟你接触，我就想要那幅画，你一直不给我，一直藏着掖着。没办法，我也要赚钱的呀。还有那什么房车之旅啊，什么求婚呐、订婚呐，玩玩而已的。玩玩而已。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玩玩而已，是吗？是。所以是我当真的。是你不长眼。那你说过那句一辈子要做我的护身符，也是玩玩而已吗？风带走了我的爱，飞越星辰和大海之外，风越过了这山脉，不知何时回来，不知我为何还在等待，为何才发现你我对别的女人说过更刺激、更浪漫的，想不想听？合同放他那儿，我们走。辉哥，收购藏氏老宅的事怎么样了？你放心吧，任务派下去了，三天之内肯定解决。好，咱们随时联络。OK。没事，看看。丽萍县小镇。你别着急，我想我能找到办法，一定会帮你们解决的。啊！谢谢你，谢谢你。应该的。多久啊？导航显示前面就是了。
阿飞，你找的那哥们靠谱？绝对靠谱！我跟你说，全程破解密码最快的，没有他破解不了的密码。到底哪一家呀？哎，说子，就是这儿。这怎么是个宠物店啊？嗨，原来搞 IT 的，加班加烦了，自己开了个店。我去看看。哎，让我去吧。啊，有事叫我。等着我啊。好嘞。有人吗？有人。你好，我找一下破译密码的人。我就是。东西拿来。你会破解密码？不信赶紧走人。哎，信，等等。这么个东西，这个东西很重要。来找我的哪个东西不重要？你破一下 U 盘要多少钱？5000。五千？一个 U 盘要5000啊？你到底弄不弄？不，不吧。喂，东西找到了吗？找到了，你记住，不要是他的密码。密码输入错误超过10次，会自动抹掉里面的信息。啊？怎么了？没事吧？你放心吧，我不会的。你这个 U 盘有点意思啊，一般人还真破解不了。已经算出来的有268×446组密码。刚试了5个，哎，我给你写个程序啊。哎，对不起，我不破了。哎 ，boss， 怎么样，靠谱吗？什么怎么样？差点什么都丢了。什么意思啊？上车吧。啊，咱去哪儿啊？见个人。好嘞。欧阳叔叔，坐吧。欧阳叔叔，欧阳先生，把我的车拿来吧。不用，我来吧。你们这儿最贵的是什么茶？顶级大红袍，888元一套。啊，我们这还有别的，你可以看一下。不用，就点这个。好的。欧阳叔叔，有什么事说吧。真抱歉，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知道您跟我父亲是好朋友，在业务上也有很多来往。今天呢，我来也是为了感谢您对于我父母这么多年在业务上的支持。啊，既然你晓得有这样一层关系，就不必客气了。
您知道我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也老大不小了，我希望扛起家里这个担子，但是我思来想去，确实找不着门路，想请欧阳叔叔给我指一条明路。来，我来吧。叔叔，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绘画上面我也不怎么会，但是家里从小开画廊，也算是耳濡目染，再加上我父亲的画作也有一定的名气，我想继续把家里的画廊经营下去。画得怎么样不重要，关键是我买你父亲的画。啊，对，叔叔，我跟您直说吧，我希望您带带我，做什么都可以。可是我怎么忍心能让我的老朋友的儿子吃苦受累呢？我可以的。我跟您说，我以前也是自己创业，我最苦的时候我都吃过泡面，而且我经营的那个房车之旅现在很成功，在网上有很多粉丝。叔叔，只要您给我机会，我一定会付出200%的努力，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事情呢倒是有一桩，香格里拉那边的地平线一郎本来是请你的父亲做艺术总监的，没想到他出了这样的事情，几个小股东都撤了资，正缺人手打理。是在香格里拉？是的，香格里拉。哦，远是远了些，你不必马上答复我，毕竟这个活需要你离开上海。我不用考虑，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我没问题。那好，啊，我还有事，先走了。会有人跟你联系。谢谢叔叔，单你不用买了。这边走，谢谢。董事长，李新月到了。燕京奶奶，哎，坐坐坐坐坐。谢谢谢谢。新月啊，你不是离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呢？我觉得在这里还有一些心愿未了。小小年纪，跟我老太婆一个路子，是为了还愿回来的吗？嗯。冥冥之中有一种使命感。我想给爸爸的学生画派在这里办一个回顾展，不过眼下还没有想好应该怎么做。有这个发心，就是很好的缘起了。嗯。对了，央吉奶奶，我去了趟卓玛阿妈家，我看他们家被一群小混混骚扰，好像说是跟您的地平线小镇有关系。跟我们地平线小镇有关系？嗯。他们说要收了卓玛阿妈家的老宅用来开发，您看。我知道了，刘秘书，在。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你去跟欧阳先生说清楚了，我们所有的工作必须严格按照规划来做，否则他一分钱都别想从我这里拿走。好的，董事长，我这就去办。这边。
香格里拉这边的生意正在步入正轨，您放心吧。好，我给你带来一个人。什么人？楚鸿飞的儿子。我想让他打理一下那家新开的伊朗。您是说楚之汉？这个人你去了解一下。好。不过这个人您打算怎么用呢？如果他要是真有能力，就尽管用，反正公司也需要这样的人才。要是不行，那你就想办法让他知难而退吧。我给你讲个故事。啊，有一天呢，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个车祸，然后是一只小乌龟把一个小蜗牛给踩伤了。然后呢，交警呢过来问这个情况，就跟小蜗牛说啊：“你还记得当时小乌龟是怎么踩到你的吗？”然后小蜗牛给惊魂未定的说：“我不记得了，因为当时乌龟实在是跑得太快了。”我再给你讲一个。嗯，好。爸。哎，来了。哎，楚哥哥。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陈记油锅鸡汤。你怎么这会儿才来？来帮忙。盛夏一早就过来了，他等了你很久。有事儿吗？妈，来喝汤。志汉，你一直是一个礼貌周全的孩子。妈，你想说什么呀？盛夏对你的感情，长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我就不相信你会没有感觉。哎，你就别操心了。我对他没感觉，我把他当妹妹一样。尝尝这汤吧。味道怎么样？厨师好像忘记放盐了，什么都在，就是没有什么滋味。我特地让人家少放点盐的，我尝尝。呀，确实淡了点，淡点好。淡点对身体好。志涵啊，我知道你现在拒绝谈感情，你对自己要求很严，这是好事。但有的时候，生活也需要加点盐，这样才会有滋味。妈不希望你因为家庭的变故，变成一个寡断无趣、又丧失感情的人。你看盛夏就像一团火，他对你这么热情，像他这么真诚的女孩子，值得你好好对待。哎呀，妈，你这喝个汤话那么多。行了，我自己的事儿我会处理好的，你赶紧喝吧，不然凉了。给你拿筷子。
辉哥，大白天的就吃烤串，饿了，来。楚之翰这个人熟悉吧？那能不熟悉吗？他这人怎么样啊？不怎么样。怎么呢？从小娇生惯养，大少爷的，吃不了苦，成不了事。你说的那是过去吧？他现在家庭状况不一样了，应该有些改变吧？老板想让楚之翰接手我们新开的艺廊，而这个艺廊也是我们业务的重要一部分。跟他合作，他不看好。怎么呢？他心思没有一点放在生意上。但这是老板决定的事儿，你我也控制不了。你以后就负责跟他对接。尽量忍受吧。看看，不好意思折董了。这是你第一次工作之外约我出来。夏夏，我今天叫你来，是想告诉你，从明天之后你不要再去医院了。我们家的事儿你也别管了，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吧。为什么？我现在已经不是你以前认识的那个楚公子了。我们家和这个画廊已经破产了，我什么都没有了。那又怎么样呢？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夏夏，你是个聪明人，像我现在这样不值得你为我付出任何感情，就此打住吧。你今天找我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对。哦，我知道了。听懂没有？明天见。Peter， 这个送给你。Thank you so much。希望我们合作成功。我等着你的好消息。非常希望。好。Peter， 拜拜。李生。OK OK。小天儿，等一下。欧阳先生找我喝茶，一起去吧。好。
哥哥，我给你买了早饭。盛夏，我不是跟你说了我家的事儿你别管了，让你别再来了吗？可是也说了明天见。你不要犯傻了，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对你一点意思没有吗？你看不出我喜欢李新月吗？可是李新月喜欢金小天。那也不代表我要接受你啊。盛夏，我是一个纨绔子弟，我不值得你这么对我。走吧。楚哥哥，我觉得你不是那样的人，但是你最近真的变得我有点不认识了。是，我变了，但是你不要惊讶。以后你还会觉得我更陌生，因为我要接手我家的画廊，我要跟欧阳做生意，未来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说白了，咱俩现在根本就不在同一个世界，我永远都不可能接受你，明白吗？老板，坤哥，不好意思，我们来晚了。怎么还能让大老板等你们呢？一点规矩都没有。哼，是我故意让他们晚到十分钟的，就是想听听你们在背后怎么说人家的闲话。会，还是早到了，坐。老板找我来，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自家的兄弟，坐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小天儿，叫人。大老板好。嗯。坤哥，这就是你新收的小弟啊？对，就是他。兄弟们都传开了，听说你亲手干掉一刑警队长。那都是辉哥给机会。只是这初来乍到的，难免会让人不服啊。就是啊，我在公司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有打着我哥的名号要过什么待遇吧。在集团做事儿，就得规规矩矩，论资排辈。我只是害怕他对咱们山海集团的内部关系不够了解，以后办起业务来，阿辉，是不是？哥，咱们无所谓，可架不住底下熬了十年八年的兄弟们，他们心里怎么想，肯定不服。要说熬，我熬了20年，在牢里。2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阿辉说的是，20年受了不少的苦，都是为了公司，为了这个大家，不应该被忘记的。应该的。我想，当年坤哥在我的位置上，也会这么做吧。
小伙子不错。哼，阿辉，你是捡到了个宝贝啊！上次弄拷贝的事情干得干脆漂亮。谢谢老板夸奖，这点小事儿算不上什么本事，有没有能力还得慢慢看。我看没问题，年轻干练有冲劲儿，努力吧。谢谢大老板，我相信金子迟早会发光的，人要有真本事的话根本就用不着熬念头。让你说话了吗？戳到你痛处了。闭嘴。欧阳先生在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年轻人有点脾气是好事啊。喝茶吧。任静奶奶，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了。干嘛这么客气啊？这幅画我想还是放到您这里，麻烦您来帮我保管。这么贵重的画你放在我这里？您是我最敬重的人，这幅画放到您这儿我觉得是最安全的。好，谢谢。你不是说这幅画是要举办画展的吗？嗯，爸爸的毕生心血都献给了绘画，也画出了震撼人心的作品，所以我想让更多的人看到。那为什么一定要在香格里拉举办呢？因为这里的雪山给了爸爸创作的灵感，香格里拉是雪山画派的福地。那如果在这里有些人在大拆大建，你会怎么做？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跟他们斗到底。那可是一帮小混混，你不怕吗？怕也要斗啊，楚鸿飞这样的案子不。你今天不用回答我，你回去想好了再告诉我就行了。好。你听着，别以为胡志辉能罩得住你，我想弄死你就弄死你。最根本的是什么都忘了。爸爸心痛。老辉，我来。
听说你很能打，能打就厉害吗？在厕所里打赢了，又能怎么样呢？现在讲究的是合作共赢。上午的点滴打完了，谢谢。妈，我帮你升高一点。嗯。怎么样？烫。感觉怎么样？舒服多了，手都肿了，我帮你按一下吧。哎，我刚输完液怎么能按呢？不是越按越肿吗？看你都这么大了，一点生活经验都没有。哦，好了好了，你也休息一会儿吧。你累不累啊？这两天不累。哎，今天盛夏怎么没来呀？其他干嘛呀？怎么不接呀？公司啊，我出去接啊。欧阳叔叔，您找我？艾文，接到我秘书的通知了吗？您是说地平线小镇开发项目会的事儿吗？是的。欧阳叔叔，您会去吗？我已经在香格里拉了。凯文啊，我已经老了，现在就等着看你们年轻人施展身手了。您放心吧，我不会让您失望的。那当然，楚大师的儿子是错不了的。我在香格里拉等你。香格里拉见。好，再见。怎么，气儿还不顺呢？我不喜欢姓刘的那俩兄弟。你以为我喜欢他们呀？刚才我那是做给老板看的。我很了解他，他是个爱财的人，也绝对不会轻易让我真的伤害到你。只不过内部矛盾如果影响了他的生意，他就不答应了。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就那么忍着？嗯，不忍能怎么样？我都忍了20年了。我很明白老板的意思，他现在绝对不会轻易把新的生意交给我们或鲲鹏兄弟当中的任何一方，他还在观察。